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都有拿到纸笔了吗？我是那个就是最近出了一本书叫《享受吧一个人的澳洲旅行》的作者，我叫苏小琴。谢谢大家，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认识。然后就是我在做这个分享之前，想请大家玩一个小小游戏，会花大家2分钟。那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想要，应该都对旅行有这样的期望。那我现在想请大家写一下，就是在这段旅程之后，你可能有的是我的7个期许。然后你对不要想太多，就是写下你的直觉。然后好，接下来就有2分钟计时开始。写差不多吗？还有1分钟。可以咯，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们来，就是大家来看一下你现在就写下了什么，然后这7个期许跟你现在有多少的差别这样子。那如果就是这张纸这小小的7个期许，大家之后可以带回去。然后就是如果你开始对生活有一些疑惑的时候，它可以就是看一下它，然后你就会想一下，哦，或许其实我可以成为那样子的我。那我接下来分享我自己的经历。我在25岁的那一年，就是工作3年之后还完学贷，然后就有点开始有点点积蓄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啊，我想要出去旅行。那时候最主要是因为我之前有去过澳洲，算是那个短期游学，就是大学的时候拿到奖学金，很短一个月，但是我在那边就是住了一个月，然后跟当地的 homestay 感情还不错，所以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回去再看他们一次。那因为澳洲打工度假就对我来说那时候是很方便，所以我就离职然后就过去。那我在去之前，我就在我自己的日记本上面写了这几个字，他因为那个情绪就是突然来了，那他写得很快。那之后呢，我就出发了，这样子就到了澳洲。那么因为去了澳洲之后呢，是很多事情在发生，所以我把那个这7个期许写在我的自己的笔记本的最前面，但我并没有很长时间去一直翻它。我会不断写日记，但这些事情就是有时候我想的话，我就会去提醒一下我自己。那即便我自己觉得没有去看它，我还是发觉我的心会告诉我我要做什么。所以我的心告诉我最强烈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尝试，不断的尝试新的东西。那有些东西我如果或许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可以尝试，那如果我这次没有尝试，我或许就没有机会。那我一定要尝试，我才知道有什么结果。那么一开始
时我在澳洲的比较前半段的时间，我是在雪梨，然后我在雪梨的话，我做过咖啡店工作，然后因为也有一些那个，因为我本身是做旅游杂志，然后我也在城市旅游工作过，所以我就有一点有一些那个旅游背景、文字背景这样子，所以我也做了导游，然后做了文字编辑，有在澳洲当地的最大华文报社有做过周刊编辑，但是因为做编辑做了很久，就是办公室生活跟台北的生活很像，那我就想说，哎，我好像不是要来这边过这样的生活，那我就遵从我自己的心里的想法，我就开始用不同方式去澳洲各地旅行。那这个是我在比较接在澳洲比较接近中部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地方他们叫做 Outback 的地方，那我去一个畜牧场交换食宿工作，然后交换食宿就 WOOF WWOF 这个方式是旅行还不错，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做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最主要就是你到当地，然后跟当地你想要去的地方的农家或者是不同单位联系，那你帮他们做交换食宿，譬如说你帮他工作4到6个小时，那他们提供你们免费的食跟宿的这个交换这样子。那么那个时候在这个地方，因为畜牧场它就是赶牛，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澳大利亚，就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印象，那就是跟最主要就跟那个牛仔生活。然后比较有趣的是，因为澳洲很大，然后牛很多，但是牛仔可能譬如说你可能大约几个人，6个人吧，你可能要改200匹牛，然后牛有时候它会跑走，所以比较酷的它就是会坐飞机去赶牛，因为牛如果往旁边跑的话，飞机它可以去追。譬如说像我上次去做的时候，牛只可能就跑到某一个树丛下面，那跑到树丛下面，一般牛仔的话它有4种交通工具，它可以骑马，因为马比较高，所以你看得到牛只往哪边走，然后你可以骑越野车，因为速度比较快，然后还有开车在牛群的最后面，因为有时候牛走得很慢，你就扒它几下，它们就会吓到继续走这样子。然后坐飞机赶牛是因为它最，如果你牛是因为牛有野性，它可能往旁边跑了，它跑到树丛下躲起来，其他的交通工具都没有办法过去把它们抓出来。那我上次去做的时候，那个驾驶员他就知道牛是已经往哪里跑，他就飞机开过去，然后就下降，然后降到那个树丛的上方，用那个风桨的那个风声，很大的风声去把牛只吓出来，那起码他还是把它赶出来这样子。所以这就是那个赶牛的状况，我有时候都是坐在后面，就车子里，因为我不会骑马。然后这只就是那一天被抓到的牛，所以后来当晚就被宰了。然后，这张，因为它澳洲还蛮多，就蛮有趣的啊。因为这是牛仔家庭，所以就是小妹妹也是小牛仔。然后有一天我跟那个当地人去畜牧，狩猎。所以，然后这是那个澳洲，叫丁狗，就是一种野外的比较危险的动物。然后它后来被扒皮挂在外面这样子。然后除了去可能畜牧场之外，我还有借由 WOOF 这个机会，我去了一个在雅皮，就他们是同性恋家庭，然后比较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，所以我去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，然后每天过得还蛮开心，就煮菜啊，然后照顾狗，然后当然要拔草之类的这样子。然后我因为有那个编辑的工作关系，所以我去了雪梨时尚周采访，所以就是参加当地蛮比较时尚一点工作，我觉得很开心，有不同的经验。然后也去了就是澳洲最大的节庆——雪梨皇家复活节这边做采访。那还有一阵子我到荒郊野外，对，又做了一阵子。然后这个农场其实有点辛苦，我每天都要去什么爬上芒果树，就是采那个枝，剪掉他们不要的枝叶。但这个农家也很有趣的是，因为他有很多 DIY 的生活，所以我每做一个 WOOF 的选择之前，我会看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，就是不会经过筛选再去那个地方这样子。所以那时候是帮他们挖土，也还蛮累，因为他们做一个有机农园。
然后哦，在此之前，我就旅途上我遇到了现任先生，以前是男友，最旁边这个他是法国人，所以在那之后后半段生活，我很多时间就是跟他在一起这样子，就到处去旅游。然后我们有一阵子也去住了一个农场，他就只吃 raw food， 这还蛮妙的。他们 raw food 就是好像要在53度以下烹饪而成的食物，或者就是生食。所以我的农场主人其实他们会吃生肉，然后大部分人都是吃那个就是水果或者是其他东西，像这个饼干，它其实是用太阳烤的。然后他们还认识一个团体，叫很有趣，叫做每天只吃16根香蕉。所以就是，对啊，就他们就是很多。其实还在，我相信就在台湾，我们也有很多可能很偏远的地方的人，我们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他们的文化。那像澳洲这么大的话，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挖掘这样子。然后哦，住在那个吃肉腹的那个农场里面，因为他的农场主人还蛮喜欢艺术的，所以他也给我们跟我当时的男友一些机会去做一些艺术创作，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可能我就帮他们做了那个房间的彩绘啊。然后这时候也比较常创作这样子。那这是我自己就是画，就剪一些种子，然后画可爱表情送给一些旅途上遇到的朋友。然后我们也可能做一些工作坊，我先生那时候是在教那他们做原住民的乐器这样子，然后有一些就还蛮有趣的过程。然后就是因为想尝试，所以最后我其实没有赚了很多钱，但是我有就是试着跟我先想说啊，那我们去摆市集好了，就想试试看在国外做的状况会是怎么样。那过程也是还蛮有趣的，顺便还可以把那个，因为已经是旅程结束，可以顺便卖掉那个必要的家当，二手市集。所以我觉得长时间对最好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时间要够长，因为你可以，如果你只有十几天的话，你可以短暂休息，但是如果你有20几天、2个月、1年、2年的话，很多东西你原有的旧习就是会被放掉。然后你同时间因为在国外长时间生活会遇到不一样的状况，所以你对自己的话还蛮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历练。然后对我自己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出去旅行后回来的确回忆很多，但是最大，因为前面讲者应该都有说到，就是你从你在国外经历很多事情，然后你会有很多充沛的能量带回来，然后你会比较敢做梦。不要对，说敢做梦，对啊，大家都会说有点俗气或者什么，但是起码你敢做，因为你已经做了很多你原本不知道你竟然做得到的事情。然后我会也蛮建议大家，如果是在生命状态已经觉得差不多了，你觉得我现在真的有机会可以出去，那就出去。但是你可以前提之下，你可以照顾好自己的生活。那像如果年轻朋友的话，在出国前大家会担心可能一个人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会建议大家可以可能提前多有一些譬如说当志工的经验啊，或者是打工的经验，那增加自己生活历练。如果出国之后你遇到一些事情，也比较会知道怎么样去应对哦。所以后来就出了这本书，然后另外一本跟我先生一起出这样子，后面有可以去翻翻。所以有件事情是还蛮有趣的，因为我没有我的日记本，后来又换了一本，所以这几个字我送给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期许，是我在旅程后面我发现，哎，我就算我没有去看它，但是它竟然在默默在我旅程结束之后，我发现我都是朝这几个方面去走的。所以就是送给大家，就是希望大家有时候如果真的太忙碌，但还是找个机会静下来，然后听听看你自己心怎么说。然后哦对，这放一些是我就是去玩遇到一些很疯狂的背包客，但是就会多体验一些东西，还蛮有趣的。然后后面这几张照片是我要讲那个，他们很多人会在澳洲的话用这个方式旅行，就是你有自己一台车，然后你在后面就坐上了
我看一下，好，等一下会看到，像这个女生，她就自己开自己的车，然后她车子后面就是有床啦，有所有其他的卫浴设备，然后不然就是露营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嗯，哦，这是有一次我跟别人开车出去玩，然后轮胎爆胎。所以他们就是大概是这样子，后面有一张床，你可以做自己的厨房，然后你有自己的生活起居，全部都在自己的车子上。然后这是我跟我先生的，这个柜子里面都可以塞杂物，然后你把它合下来，床垫放上去，就是你就可以每天你只要想两件事，要吃什么跟你要睡哪里啊，因为你有一个比较非常的怎么说完全空白的时间去静下来，所以也是生活还蛮不错的体验这样子。然后有一次那个遇到水，嗯，以上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